买十个拉伸杆了，所有的拉伸杆都用上了。8秒冷却，我给它降下来。现在几秒冷却啊？8秒。刚才8秒冷却还有点不行，我水温降了。我水温降了。反正就是棉被掉下来不能粘，如果不能粘的话就不行了。对啊，你水温打低一点。有时候就是这0.5秒、1秒的差别，就这么明显。Thank you.